主耶稣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真特别的经验，就是来到伫咱的教会，而且含咱三个来啊敬拜上帝，啊嘛，而且来讲道。啊，是哪讲叫做特别的经验呢？因为大家来彰化吼，拢是来看医生啦，哦，拢去看迄个中医吼。啊，结果我当一摆吼，就拄着我的医生啊，我唔知我的医生伫遐咧做咧摆范全山医师吼，范全山执事，迄是我的医生，吼，胃食道逆流啊去看伊个病吼。啊，阮爸爸的医生是刘青山医师啊，所以吼，大概来彰化吼，就是来中医来看医生啊。啊，无就是来开会，安尼那定咧。啊，今仔日真特别啊，即、這个经验会当来到咱的教会，而且咱三个来敬拜上帝。啊，我嘛毋知是安怎来请我来遮讲道咧。有一天吼，台湾教会广播社的信宣兄打电话给我，讲小雨老师，啊，拜托你去啊，敬我教会讲道好无？我拄仔甲答应好呢。因为呐，我想讲，伊下来吼，拢是要拜托我去文艺事工兼组织的学的迄个来奉献组织啦。我当然讲好啦。我讲哎，啊奇怪呢，奈文艺事工兼组织奈安排到遮后壁，因为暗时呢是吼，个简单去讲道主持礼拜，唔免付款。我讲哎，哦，啊个人答应好啊嘞吼，嘛袂使甲反悔啦。牧师吼有几项袂使拒绝。祈祷袂使拒绝，讲老师，请你甲我祈祷，袂使甲拒绝啦。讲啊，你等我心情准备好，甲你祈祷袂使。吼、哦，啊，人若请老师讲道，嘛袂使甲拒绝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部分拢无通去拒绝。啊，若请老师食饭，即会使拒绝；请老师啉咖啡会使拒绝；请老师佚佗，老师会使拒绝。但是若请老师祈祷、讲道、读圣经，袂使甲拒绝。所以我既然甲答应，啊，就来到咱的教会。而且咱来敬拜上帝。今早起所用的圣经节啊，是我拢照啊全世界的普世教会、天主教教会啊、长老教会、为你讲话，即个较主流的教会所伫安排逐礼拜的圣经节，而且含咱三间来分享。即、这个全世界教会应用三年一轮的讲道啊，啊圣经节啊来去做啊牧师讲道的圣经节。啊，今仔日拄好是啊，日拢下卷第五章，甲咱大多所读的路加福音书第十七章，我要用啊感激甲谢恩，含咱三个来想所读的圣经节，两位拢真共款，古约是讲阿兰王的将军。那一班，伊得着泰戈病，受医治了后，就倒转来找伊丽莎，来多谢伊，甲医好。啊，第二个是新约，迄、那个撒玛利亚人，伊嘛得着泰戈病，伊得着耶稣医治了后，伊倒转来找耶稣，感谢耶稣，予伊得着健康。所以对这，咱三个来想。咱要安怎来感谢上帝？要安怎来感激上帝？这两个人吼、哦、所患着的病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圣经是写泰戈病，啊，即马新翻译的圣经嘛，拢叫做麻风病啦，其实就是麻风病吼、哦。啊，泰戈病吼、哦，而且咱有当时细汉的时候，咱生粒啊吼，泰戈咱啊，你得着泰戈病，迄不是啦，迄是泰戈啦，名迄个叫做泰戈病。啊，所以即马新发一个圣经叫做麻风病。伫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是甲即个麻风病看作是上帝的刑罚啦。你吼、哦、一定吼、哦、犯罪啦，所以吼、哦、上帝予你染着即种病，啊，甲看作是罪人，是上帝的刑罚。所以得着太多病的人吼、哦，因足可怜，因个爱予人赶出。因的家庭赶出因的庄稼，啊，去伫城外的所在，伫遐袂当含厝人的斗阵，袂当含啊社区的人做伙，袂当含朋友做伙，是拢甚至禁止含任何的人做伙生活，因为因惊讲吼，因的病会传染予别人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啊一个卫生的问题。
啊，这一种的信用上来看，就是因为因是有罪人受上帝刑罚，所以就甲赶出去。所以有关海德病、麻风病的这个圣经的记载，伫旧约利未记第十三章，就拢记甲足清楚的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利未记。B.B. 记第十三章，所以当有人在接近、要接近这个泰戈病的人的时阵，迄泰戈病家己爱发出声来，发讲啥？我是无清气，我是无清气。哦，安尼人家知影讲啊，原来这个人吼、哦、是得着麻风病、泰戈病。对社会来讲，因是已经死的人啊。啊，对信仰上来讲，因是迄个有罪的人啊。所以，若是因真正后来有受医好，后来有好起来，因一定吼、哦、爱去到祭司遐服祭司监，啊，才会当啊来到入来到伫人群的中间。所以会当看出讲，伫犹太人当时的社会，对这种的病吼、哦，毋是单单是医药医病的问题，那定是信用的问题。啊！因爱倒来吼，这些念吼，宗教团体念，吼宗教团体领袖安尼了后，因才会当来倒转来伫宗教的团体，倒转来到伫人群的团体。啊，因过来个医好了，这些念了后，过来个奉献赎罪祭。哎呀，所以吼，咱看出讲吼，泰戈病的人伫当时是外受排挤啦，而且。对这段关系现在，咱们三个来想，咱有两项，做伙来想。第一项，或喊话耶稣来得到医治啦。罗马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咱大多数睇个圣经在，安尼讲，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经过。啊，这节圣经主要是接续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五十一节开始所讲的，因为耶稣是要往耶路撒冷来行，要来完成伊救赎世间人的这个大的事业、大的代志。所以啊，咱的圣经今仔早起在讲，伊要往耶路撒冷去行的时，来到伫加利利甲撒玛利亚的交界，伫遐有要进一个香舍。有十个泰戈的拄到伊，就远远一徛，出声讲：“耶稣先生，怜悯我！”因伫遐喊话，伫遐喊耶稣，叫耶稣：“耶稣啊，先生啊，请你怜悯我！”耶稣看见就甲因讲：“恁去将阮身予祭司念，因去的时就清去。”十个泰戈的远远一徛，看到耶稣。因为会当做的，就是伫遐画那顶，因为伊无可能行来挖问耶稣，因为耶稣是甲伊学生、甲人群做伙，啊，伊已经是受拒绝伫外口的人，所以伊看到耶稣伫这个交界经过时，伊袂当挖来和人人群做伙。袂当来含人握手，袂当含人，袂当人含人来拍招呼。因只有会当出声，伫遐来叫耶稣，啊，毋知影伊个声是偌大声，还是足细声，因为十个人做伙喊，所以因唯一会当出个声，就是这个声。耶稣啊，先生啊，请你怜悯我。因吼对心底讲出讲，因原来是迄个绝望的人。只有这么小小的恳求，就是请你怜悯我。这个小小的声音，小小的恳求，耶稣却用上充满大气力的话来回应因，来医治因啦。耶稣的话超越一切，坦然所有一切的隔离、孤独、甲绝望。耶稣的话，甚至予人健康，予人会当甲健康的人，佮有人际关系，甲社区的人三甲团结合一。所以耶稣的话足简单嘞，你过去哦，做死件，你佮阿袂好个，啥物哦，做死件，就是
你就去用这四样，表示你要得到医好，你要得到健康，你要得到甲人甲一摆的人际关系，你要健康的人啊，含社会人三个斗阵。这种的经文，这种的圣经节，到呾到今仔日，也搁咧挑战咱啊，即个世俗的大众对即个传染病的看法啊。啊，泰戈的人会传染，麻风病会共传染。当然，即马即个麻风病较少，总是现代的传染病真侪。艾滋病会共传染，啊，各种的传染病拢会共传染。几年前的 SARS， 安尼，全台湾的外国医生、护士、百姓拢足紧张的，因为迄是一个肺炎的足严重共传染。当咱看到这段新闻在咧时，搁倒一个倒转来思考咱遮的啊大众，咱遮的啊一般的人。对的，传染病的心态，咱真正是拢甲遮个病人隔开伫外面的所在，伫遐在生活，互因住伫黑暗、封闭、受排斥的社会角落。总是最后耶稣来，互因认出耶稣是因生命最后的一个希望啦。耶稣是因唯一。会当拯救因的救主，我是安怎安尼讲呢？当遐尼侪的传染病伫今仔日的台湾在生存的时阵，咱有真侪医生护士拢徛伫伊应该徛的啊职务，伫遐在好好医治遮个传染病。我大概拢爱讲伫迄个几年前 SARS 的故事，偌侪人惊到要死的。拢甲迄个染着即个肺炎的人，甲隔离伫一个房间内面，总是咱有真侪教会的医生甲护士，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伫从事医护人员，因真正是用耶稣的疼来疼遮的啊受隔离、受啊无人道的处理的人，伫遐。来伫宽待因，嘛用耶稣的话，用耶稣的疼来疼因。家己北港教会有一个朋友，普通的肺炎啦，尔，毋是迄个非典型肺炎，毋是 SARS， 当咱互人看作是 SARS， 当咱入去关伊内底，哇，关甲死去啦，无人要去甲查，因为人拢了做伊是 SARS， 啊，其实后来啊，安尼检验出来讲是啊，普通的肺炎。有够冤枉的，啊！所以伫即种，咱着搁一摆倒转来看即种的，即、這个现代的即个传染病的时阵，也是即个啊，无论是任何的病痛，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的医生、护士、医护人员、医药人员，因拢徛伫上帝听、耶稣的听，伫遐内底啊，传达即种的医治。好的生命，耶稣既然连迄种当时人看袂起的泰戈病的人，拢甲医治，感谢上帝，无任何人会因为伊伤过歹，犯伤侪罪，还是犯着伤重的病，还是面对足大的困难。地到伊呼叫耶稣的时，耶稣无要插伊，无任何人会拄到这个代志。无论你是外派的人，外重罪的人，啊破病外重，啊是你有外大的困难，呼叫耶稣的时，拢要得到医好，拢要得到耶稣的帮助。耶稣无偏袒任何的人。咱的圣经看，无论你是犹太人。也是撒玛利亚人，耶稣拢一视同仁，拢是同款。所以，无论咱伫人生面对偌大的困难，无论是伫家庭、经济、事业、身躯、道德上，还是属灵的信仰上拄着的困难，咱只有呼救耶稣，
因为呼叫耶稣、喊话耶稣，咱要得到伊好，伊要来帮助咱。我的家庭最近拄着困难，因为我的妈妈伊是帕金森，已经真久的时间，伊无当前有一个外劳来甲照顾，迄个外劳真好，伊的名叫罗西亚。我妈妈袂晓叫，拢叫露西啊，露西啊，安尼吼，所以伊个实在是足老个，安尼伫阮兜安尼吼，足温困济工，拢我妈妈拢叫露西啊安尼。即个露西啊，即个小姐呢，伊伫阮兜无当，结果一年前吧，是年外前，伊个结婚，我有新啊，当我都伫阮兜，所以伊个伫。前礼拜是两礼拜前，个离开阮家，倒转去伫伊个印尼个所在。过来去继续找无同款个外劳嘛，吼、哦。结果找一个外劳来一天，个逃走啊。安尼，哇，佫找第二个外劳来，第二个来佫逃走啊。阮个爸爸，阮爸爸甲我个小妹拢足操烦个，讲安尼是要安怎？因为吼已经五冬。拢是外头在照顾我的老母，即摆来个家己还佫有时间、有体力、有方法来当照顾我的妈妈，所以大家，阮的爸爸、我的小妈拢真操烦。有一天，我收到我的妹妹的简讯，伊妈讲：“老哥，我们要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交托给上帝。”我创一个呢，你敢知影？我的妹妹哦，跟我讲哦。请咱大家拢把咱到上困难的工作交托给上帝。我咧想讲吼，这乃是一个我妹妹写简讯吼，我虽然是伊哥哥吼，我佫牧师呢，佮你甲讲起来对唔对个？但是真正提醒阮家的人，真正爱将阮所拄着的困难拢交代给上帝。所以亲像阮家同款，我相信咱大家人的厝。拢嘛有拄着无同款的困难，有当时是家庭的，有当时是经济，有当时事业的，有当时身躯的，拢有可能，请你唔通袂记，佮像迄种遐尼太高病、遐尼离世的人，伊呼叫耶稣，耶稣佮佮医治，耶稣嘛拢看重，咱所拄着的困难，呼叫耶稣，耶稣要佮咱医治，佮咱帮助。第二项，咱三界想就是。感谢耶稣来得到拯救啊！十五节到十九节是一个足趣味的对话啦。十五节、十六节，其中有一个看见伊家己病好去，伊个活转身倒转来，大声呼了上帝，伫耶稣的脚前，伫遐来拍拜感谢耶稣。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的信仰非常出色，伊体验出上帝大的关怜甲慈悲，伊个大声呼了，感谢耶稣，拍拜伫耶稣的脚前，伫遐来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你个人含耶稣同款奇怪呢？迄狗个咧？才拄仔咧喊耶稣，讲叫伊可怜因的时阵，毋是有十个咧喊吗？乃只有剩一个倒转来感谢耶稣咧，看耶稣安怎讲。第十七节开始，耶稣讲：毋是有十个人得到医好吧？有十个人得到清气吧？敢讲迄九个伫倒了，除了即个外邦人，即个撒玛利亚人以外，敢无人会晓倒转来应跟上帝？耶稣就甲即个倒转来。感谢耶稣，这个撒玛利亚人讲：“你起来，你的神已经救你。十个太哥的受医治，总是只有迄个外邦人倒转来感谢耶稣，归荣光的上帝，予咱感觉真妄念，真怀疑。毋是干那咱真怀疑那点，耶稣嘛感觉奇怪，所以耶稣问这三句话。”这三句话吼，其实嘛要甲咱问呢。咱唔通了做讲吼，耶稣是伫迄个时代在问迄个太哥的，安尼问人尔。今仔日这个时代，
嘛，同款甲咱问这三句话。这三句话安怎讲呢？啊，毋是有十个人得到医好吗？啊，另外迄九个人走去倒了？第二句话，第三句呢，就是除了这个外邦人以外，敢无其他的人会向倒转来归荣光上帝？各位兄弟，耶稣嘛要甲咱问，敢毋是遐济人得到医好吗？得到照顾吗？啊，其他遐拢走去倒去，奈呾剩一个倒转来感谢上帝。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，啊，这段圣经的记载，予咱看出人的心底的秘密啦。十个泰戈病人拢得到医好，总是只有迄个外邦人，迄个外口人，伊会向倒转来感谢上帝，感谢耶稣。所以迄个倒转来，迄个伊感觉讲，我倒来感谢是上界重要的，所以倒来趴落去伫耶稣的脚前，伫遐感谢上帝，感谢耶稣，阿罗上帝归荣光伫上帝。伊的感谢，予耶稣得到感动。耶稣就甲讲，你的信救你。各位兄弟，那拄啊第一个，我讲因伫遐喊话耶稣，后来得到医治，总是只有一个伊会向倒转来感谢耶稣，伊得到救。迄九个只有得到医好，唯一啊一个人得到拯救。所以当咱在看这段圣经在的时阵，咱嘛得搁一摆，甲咱提醒咱家己，互咱家己反省咱家己，咱有遐尼济困难，有遐尼济的悲惨，有遐尼济的艰苦，咱会向来喊话上帝，喊话耶稣，伊要来求救。总是当咱得到医好，当咱得到经过难关，当咱得到上帝看顾的时阵，咱有倒转来感谢上帝无？咱会向倒转来感谢上帝无？那未向的时阵，耶稣嘛要搁感觉甲咱问讲，啊，毋是遐济人甲我求讨吗？啊，敢大家拢无得到医好吗？啊，其他遐人走去倒，奈呾一个人倒来那边。所以感谢是会当予耶稣的恩典结出搁较济果子，若无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拢无结出济济的果子。只有通过感谢，予咱搁一摆会当来领受上帝的新迹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只有出用感谢，才会当予咱搁一摆甲耶稣、甲上帝来建立生命的关系。啊，咱有侪，咱有侪困难，咱有侪的无如意、不如意，无要紧，咱交托上帝，总是咱来积极来感谢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，你已经找独生圣子来到伫我的中间。来成做阮的朋友，成做阮的兄弟，成做阮的救主，予阮对罪中间得到逃跑。当阮身躯无爽快时，阮的家庭不如意的时，你有找救主耶稣来拯救阮、帮助阮。求天父上帝，你的神搁一摆来看顾阮。阮知阮的信仰是软弱，阮在艰苦的时，阮会积极来求救你。总是当阮得到医治、得到看顾了后，阮煞袂积极你，亲像迄九个太哥的。天父上帝，愿你的神来引带阮。阮的信仰软弱，阮无够力，总是阮知你时时甲阮三个伫底，予阮会晓用嘴、用行动、用时间。来感谢上帝，你，安尼记得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